谢谢，谢谢欧阳慧茹的大提琴。接下来，我们将由萧敬舞团四位年轻的舞者为大家呈现那个时代的部分舞码。完整的舞码将在礼拜一4月6号晚上228纪念公园的追思晚会里面完整的呈现。美国的非洲裔剧作家 Dario Pomar， 他在2004年接受萧敬舞团的邀请，以台湾人民的抗争历史为题材，创作了那个时代。Dario Pomar 他本人是一位非洲裔的舞蹈家，他追随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理念和精神，从事民权运动和艺术抗争。在他这支舞里面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白色恐怖的气氛、人民的恐惧和那个时代郑南榕先生无畏的抗拒和气魄。Thank you.